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我的，就是说我唱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就留言给他说，请问一下我，你听了我哪一首歌，然后你觉得我唱不好，我想要改进。然后那个人就回了我留言，他就说，哦，就是 AOA 五哦那一首。然后我就回他说，哎，真的不好意思，那首歌是我点阅率最高的一首畅销情歌金曲。然后但是夸胡我有一句我没有打出来，我真的改不了。好多人哦，哎，你们知道我是台东人吗？我可以看一下那个身份证字号 U 开头的举手一下我看。哎，怎么还好啊？好好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关系，我的身份证字号是 U 开头的，因为我是在台东生的。对，然后是 V， 我是在台东生，可是我在花莲，我就在那边报户口，所以我是 U 啊，我知道是 V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你们是 V 的，我看，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说 ，V V V 就是 U 瘦了，就是 V， 好，太难受了。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我的，就是说我唱歌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就留言给他说，请问一下我，你听了我哪一首歌，然后你觉得我唱不好，我想要改进。然后那个人就回了我留言，他就说，哦，就是 AOA 五哦那一首。然后我就回他说，哎，真的不好意思，那首歌是我点阅率最高的一首畅销情歌金曲。然后但是夸胡我有一句我没有打出来，我真的改不了。你们会唱吗？